配这么难看的一条领带，太难看了。这哪里难看了？挺好看的呀，爸，这是最新的搭配方法。哎，你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老古董思想了。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上班。哎，等等，把领带换了，换了再走。哎哎，爸，伯父为什么这么生气啊？我爸他也不是生气，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过最近啊，他变得异常的啰嗦。 我没觉得他啰嗦，他总是对我话那么少，不知道是不是还介意咱们俩。你这是要去见顾千初啊？哦，他今天做复查。那你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早。早去早回，不许过分亲戚，查完了我给你打电话。 我先去陪你把领带换一下。走吧，小念，你先上车吧，我打个电话。没事吧？没事。 查清楚了吗？穆千初的后续治疗还是陈医生在接手吗？这个暂时还没有线索，但是陈医生一直是穆千初的主治医师，应该是最了解的病情的人。继续安排吧。好。最近睡眠质量怎么样？不是很好，最近经常会做梦，梦到一些之前的事情。 也知道自己正在做梦，所以整个晚上都在半睡半醒之间。到了天亮，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没有。之前给你开的安眠的药吃了吗？吃过了，但没什么效果。你的病最忌讳的就是过度用脑和疲劳，想的事情越多，脑子里的东西就越杂乱，越不利于你的睡眠和记忆。 一岁半，好可爱呀！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，你的老毛病很可能会复发。复发吗？嗯。还有啊，如果你再出现什么恍惚或者头疼的情况，记得及时联系我，我会安排你再次复查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陈医生。睫毛好。嗯，哟。 然后吃完了还吐完了还吃，让姐姐开开。嗯。来，吃小面。哎，怎么样？检查出什么问题没有？没事，挺好的，跟以前一样。那这次怎么这么久？ 我就是好长时间没见到陈医生了，聊聊几句别的。我真没事，走吧。我记得上次咱们两个这么散步，还是17岁时的夏天吧？是啊。小念，你觉得这些年？ 你有什么变化吗？变化？那肯定是有的。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可能是记忆恢复之后，又重新跟你认识的感觉吧。总觉得你跟小时候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但有时候又觉得，你变。
变了。比如呢？比如说，你刚才逗小孩玩的样子，就好像能看到以后你当妈妈时的样子。那可早着呢。因为在我记忆里，你还是十七岁，穿着校服时的样子。十七岁，离我们已经好远了。大家现在都有变化，你看，我都有鱼尾纹了。可能是因为我这段时间经常跟公欧父母住在一起的原因，觉得他们经常斗嘴，还分不开，很有趣。我原来的梦想就是以后的家庭能够和乐融融，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讨厌吵架。可是现在觉得，如果是这样，也挺好的。二姐，其实我一直没问你，你在公公家住的还开心吗？比开心更多的是安心。他们都待我像家人一样。公公真的很幸运，有这样的家庭，还有你。清楚吗？看来我上回跟你说的是不可能。我上次好了，小宁，我知道。既然你选择的是他，我一样会用我的方式来保护。什么保护不保护的，搞得好像我有危险一样。小宁，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有些事情要问你。